东乐市的石榴国小举办创校75周年的校庆运动会，学校邀请附近各社区的民众共同来参加，体验好耍的趣味竞赛。立国公也举办传统的旗阵飘飘竞赛活动，这就是小朋友爱轮流爬起的竹篙挂上旗啊，才会当来完成任务。这嘛是目前少数学校所保存的活动。台南市石榴国小今日举办创校75周年校庆运动会，除了配合美术展以及老相片的展览，邀请校友登来舞校，学校也邀请到社区民众到庭来参与趣味竞赛。很累，很喘，对啊，可是蛮好玩的，有运动到这样子，对。可以咯，我你都会知，你都有知啦，听 ，OK， 好玩好玩。把小朋友最喜欢的运动会，那再来和我们的历年的旧照片展，那还有师生的一个美展，那另外我们也邀请我们刘中、刘北、刘南三个社区，他们在做社区营造的部分也进入到校园。今天运动会当中上趣味比赛就是这项旗阵飘飘，囡仔都要轮流爬上竹篙，然后将旗仔插好才当来完成。这项活动也是目前较少数的学校都来保存。那我们每一年的重头戏呢，就是六年级学生要参加一个旗阵飘飘的一个活动。那这是已经传承了几十年的一个运动竞赛。那小朋友要扛着竹竿爬到上面挂着旗子。那这个活动呢，不只要小朋友敏捷性，也要考验到他们团体的一个动力。为了参加这项比赛，小朋友也为五年级就开始练习。虽然爱爬起个竹篙头顶，不过大家拢是唔惊高，顶多是感觉非常趣味好耍，而且过当就厝来训练大家的团结。还不错啊，我就是插上去那一刻有点成就感。好，那麻烦有啊，从五年级开始练习。很刺激。怎样很刺激？就是怕掉下来，很好玩。很好玩，然后刚旗子掉下来那一瞬间，眼泪差一点喷出来。透过好耍趣味校庆运动会，和大家共同来庆祝学校已经75岁了。同时也邀请更多校友伫咧有闲的时阵，会当登来母校行行看看。记者江怡昌报道。